都一两天了啊，那你不带他上来耍呀？都没叫跟我们说一下。他隔离出来都已经一两天了，我喊了他上来的，他说过段时间再来，他说先去看房子。耶，他还来得陡啊！有那个嘴巴，他啷个说都要得，关键是他是不是真的啊？嗯，钓鱼去了，当然。钓鱼去了，你那么早换起衣服咋子出去啊？啊，师兄那边过来了，然后都隔离了出来了。好久过来的，还要遭隔离啊？那你不喊他上来耍？你早点说嘛，我喊你老二不出去钓鱼了嘛。那我去喊你老二回来哈。不想喊他回来跟他钓，他那里都过一两天了，他那个宜宾属于四川的，四川然后走那边的，他属于跨省了，然后就要隔离。都一两天了啊？那你不带他上来耍呀？都没叫跟我们说一下。他隔离出来都已经一两天了，我喊了他上来的，他说过段时间再来，他说先去看房子。我说他不看，我说以后再说。他说要那里，他要去看。然后我就说，我觉得只要，有那个成家，有那个心就够了。我觉得只要房子随便，我最后都再买都可以，无所谓，着急。耶，他还来得陡啊！有那个嘴巴，他啷个说都要得，关键是他是不是真的啊？如果他是真的都没得啥子的，我就是害怕他是啥子给你画大饼和框你又啷子做。反正有些事情你个人要考虑好，我真的就是害怕他喝你。反正我也是在多嘴，就看你个人你们个人考虑。他肯定是认真的噻，他自己昨天一个人的时候，然后就在开起车呀，在云昌到处去逛了一圈，肯定因为不熟悉嘛，不熟悉啊，又喊我带他去逛，我带他去逛，我就喊带到他开车，然后去逛了一下。刚刚他都又在给我打电话呀，然后喊我去看房子，我说我不去啊，他要喊到去，他说他在街上啊，还有网上啊，就看了哈那些卖房子的嘛，联系了一下，联系下对比了哈嘛，然后这儿就喊个人专门带我们去看。反正你们个人的事情还想清楚，沟通商量好，你们自己的事情个人决定。嗯，是呗。然后走了，不去了，走噻，拜拜，走走走了。这边呢就是市区的房子，哦，那是三房的，对，三房双楼的户型，一百一十多平方。现在年轻人都说那边好，因为学校啊、医院啊那些都往那边搬了，往那边开发了，开发一下还是比较完善。哦，现感觉还是。环境要修得好一些。感觉看那间还是一弄宽敞。对。其实那边的话，那个房子的话，大概是好多钱一平呢？大概比较去年的话，还是便宜了，接近1000平方。嗯。5000多嘛，今年。哦，5000多就是清水的价格，是吧？对，就是清水。清水那边，老城区那边价格稍微还是要低一点点。还要低点啊？这个房子户型还可以吧？哎，户型还可以。我看到那边的话，他们很多那个洋房啊那种的话，等于说有那种方面的房。有房源都很多，我们可以跟他一起给他看过去。哦，要得，我们就多看哈嘛，到时候再我们再看下其他的方面那些。对比一下，啊，旁边小区洋房，走嘛。啊，要得嘛，我们看一下这些，各方面都看一下。那套房子它是带一个主卧，然后还带一个小花园，啊，十多平方，这个看着就更大了，有更大了，对，感觉进入户这里那一坨都是好大的感觉，就是，哇，这个横厅的感觉是不一样啊，对，110多平方面积，然后花园有30多平方，哦，就这套房子也是。肯定成绩了。哎，厨房双阳台，床里面是卧室。凭着碎银几两，能解世间慌张。纵然六亲不认。那个小蛋儿，妹妹，你们看嘛，那套房子就是全新装修的，没有住过人的。哇，看得好漂亮啊！看下这套哎，肯定看起就要舒服一点了，因为装了的肯定跟那装修的。还是不一样，对，看到效果都不一样了，那种就感觉是那种清水那种
看，没啥子。这边就是新圈的乡下开放玩儿。然后这个房子是一百二十一个平方的。皆不负，又何妨遍体鳞伤。这边是老人房，这个是老人房，然后这边是客房，儿童房在这个位置。我觉得它采光还是很好啊。哎，对，窗户那些。南北通透。啊，四房看到起是要大得多了。那姐，那套房子的话，大概卖好多钱？现在是报价是九十多的。九十多的啊。我感觉看到起是安逸得多样啊！很多年轻人他觉得装修很麻烦，还有个设计不来，然后就觉得买那种装修的要方便一点，直接拎包就住。对，那种要那个。省了多少事儿啊！今天呢，就是啥子房子都看了，双房、四房、两套房啊，就是。回去还是考虑一下，可以商量一下是要哪种。把位稍微定准确一点，我再给你们匹配房子，因为是要装了的呀，还有是清水呀，比如说三房啊、四房啊，要得，我们再看一下，就是商量一下，就是看选择哪种类型的就好一点啊，对头，就是。因为我们看清楚这么累。对对对，你看今天就好好对对对，今天还能麻烦你一天了，我们一直看。我都到十一天了就好。要得嘛，那么着我们就先商量一下，到时候一哈就联系你，噶。要得啊，到时候电话联系哈。要得，好的，好的，我有电话，到时候电话联系，噶，再见哈。好，好的。麻烦了哈。好，好嘞。